希望各位傳媒朋友體諒，多謝大家。上上禮拜我同陳嘉榮小姐所發生嘅不愉快事件，我喺度衷心咁同嘉榮講聲抱歉。 仲有，包括出生有邊件？ 希望大家再次原谅他，那一次浩明是真的，真是道自己的过失和过错，所以我也希望在场的朋友和大家能给予浩明一次机会，因为浩明也确实向我承诺，也道歉，希望好好戒酒。为了我和弟弟，他一定会好好工作。希望大家再次原谅他。